来关注天气，未来一周北半球各地天气不尽相同，在中国是晴天居多，温暖将会来到一个新高度。那么在欧洲这里呢，雨雪减弱，但是气温依然低迷。北美洲雨雪频繁，气温起伏跌宕。我们继续来看，今后四五天中国都会是降水稀少的一个天气格局，但是气温呢将会是波动起伏的。不过总体来说降温短暂，而升温的时间会更长，北方很多地方的这个气温都会来到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哈。最高气温20度线，后期可能会抵达河北南部一带，温暖堪比四月。那么在欧洲这里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和东部，那么在意大利的中部以及巴尔干半岛西部会有中到大雨，同时在东欧的南部以及俄罗斯西部的几个地方会飘落暴雪。明天降水明显减弱，那么随着晴天的回归呢，这里的气温是多有回升，但是即便升温过后的最高气温也是在5度上下，是比较寒冷的。那么在北美洲雨雪依然是比较频繁的，而且不少地方还下着雪，冬天的味道依然存在。